天是圣诞节，12月25号，我们放假没事干，我们出来打猎，去森林里面走走。我说你的帽子，我拿了两杆枪，拿枪出来，一杆22250的打狼的枪，一杆 shotgun 12K 的 shotgun。其实主要在森林里面走走。有枪，这是一条森林，我帮你拿。是这样，看来路基是很多人在打路，守这一片开阔地。电，啊，也见一个打路了，估计呢，他爬到上面去打路。你站在这个驱石垫上面，视野就是外面这个。路基是有路走过这个。啥还没看见？兔子也没见一只。风干叫，看河狸硬生生把这么粗一根树咬断了，它用来做窝蓄水。嗯，怎么前面好像有个房子？我看一下前面是什么，我们去前面看一下。那船？看前面有东西。啊！无意中发现了一条废船。哦，这里有条废船。这是一条木头的废船，我们上去看看。一条18世纪的废船，里面都有啥？哦哟，有回音。一条好大的木头废船，哦，18世纪的，我估计。哇，第二条河里面还有一条，这又是一条船，三条船，二条沉的木船，这个是锚，估计是锚，这个是绑缆绳的，我脚下踩这个应该是舵，这条船已经完全，这是应该是两条船并排在一起，左边一条，右边一条，然后这边有一条什么船，有个平台。本来好几条船，水里面还有两条。这是什么船呢？这个平台是很破了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哦，这什么船？哦，好宽哎！转过去，哎呀，转过这个洞，嗯，哦，能不能从这个洞转过来？哦，这啥船？一根船钉，一条鬼船，河中间这一条全是废旧的船。
木船的船头，嚯，是另外一条船。好、哦，我把它洗掉，我忘不出来。不得。发现一个人家打鸭子的掩体。给我一把枪。把那个水面，现在结冰了，没鸭子了。这里又有两条铁壳的船，铁壳的，我们上去看看。上这条船看一下，现在我在船的，这好像是要登陆舰。
哦，这里面好多机关的。这好像是两扇门可以打开，这应该什么东西放下去。哦，录像的，来。